这样子我们可以去外面找东西的、欸。可以啊，而且这样子的话，那个怎么讲？传送门应该就有它的效果了吧？是不是？可以传区域了啊！哇，这什么魔法睡眠剑欸，命中后使目标昏昏欲睡，用越好的武器击昏效果越强，只能对魔法生物生效。哦，好吧，我们现在应该遇不到魔法生物了，好不好？有啊，魔法森林里面就有啦。我不敢去啊，49级的。可以偷打有没有？摇啊，能是不是？啊，我主宰。哇，可以飞好远哦，好帅啊！这是哪里？这魔法森林对不对？啊，对。哇，你之前玩有到这里来哦？有啊，我出生点哦。你选这里，旁边就是魔法森林，下面就是沙漠。哦，魔法酱欸，魔法果酱欸，好酷哦！这个史莱姆也太可爱了吧，这怎样啊？可驯服，我们抓个史莱姆是能够做什么？所以说我们要制作这个碎剑，才有办法驯服它。学一下好了，只是我不知道怎么做啊。在哪里啊？这里。魔法树皮，魔纹树皮，打树就好啦。我们来抓一只好不好？抓一只史莱姆啦，好不好？哦，暗影抱抱，暗影抱哥，哇，太夸张了、哦，帅哟、哦！可是我不敢碰它，我怕我一下我就挂了。我们还是抓一只弱一点的史莱姆好了。我们在这个魔法森林跟这个一般的原野的森林啊，草原的这个附近。稍微避难一下，哇 ！Oh my god！ 我的救命！救人！救人！救人！我要死了！他妈的！啊！救命啊！哇、啊！他咬他！加油！加油！你行弟，49级的，打他！打他！你要不要趁现在按右键看看能不能驯服啊？我不想驯服他啦，我现在不想做没把握的事情啦。好，看一下好了，可驯服，可是他是魔法生物啊！快点咬他！他现在多少滴血？他看不到血啊！妈的，戳死你！给我血你就一起打，陪打。我在浪费我的麻醉剑啊！你们可以做剑齿啊？可以不是这长矛。啊！救命！我不要死，我不想死！干你老！雷龙哥够了、哦，我的人生已经很悲惨了，你们为什么还这样害我？欸、你看这个兔子好可爱，你看这个兔子，抓再抓一只啊，放你头上啊！好吧，欸、要把它咬死是不是？没关系，我先捡包包。你死不到几次啊？哇，居然活着呢，还升级耶，好强哦！哇，太神啦！我们的翼龙大哥，我看一下，哇，快死了！哇，怎么帮他补血啊？给他吃这个吗？跟他跟那个一样啊，他跟方舟一样，强制吃生肉会补血，赞哦！这是什么东西啊？哇、哦，那个会动这个，这是什么？Hello， 啊！我被射了，快跑啊！哇，对我吐痰，好可怕啊！怎么对那种新来的那种来新来的这种造访的这种对象非常的不友善啊？你们看前面那个幽灵狼欸，可驯服耶！白痴哦，才不要嘞，吃饱太闲啊！去地下挖桶。哦，射到我了，我被黏住了。啊呜！哇，射这么远，我都不知道你这么会射啊。嗯，他会踩死他？应该是不会吧？他不具任何攻击性的时候是不会造成伤害的。你现在乍看之下感觉他会踩坏，对不对？但是他现在的
状态是和平状态，所以他不会 对什么造成伤。看他都看我了。对啊，啊，如果他是攻击状态的时候，就会了，就会像之前那样。眼神看来就像告诉你说：“哎呦，不错哦。”哎呀，不错哦，帅哥哥。哎呦，听说你很强哦，这样那种感觉好不好？听说你在这个区域很厉害哦，听说你在这里混得不错哦，要不要来一发啊？哦，我说那个，来一发那个麻醉剑这样子，反正都是给他咬是不是？没有没有，我们要去遗迹了，而且现在这么近，我觉得应该是不需要骑乘啊。我记得是这个方向吧，好像是这个方向的样子啊。哎，下雪了是不是？对，下雪了。哇，居然会，这个天气是怎样啊？哎，上面季节预报写晴天，然后你现在这边给我冻僵啊？哇塞！我双棘龙死了，为什么死了？啊，他咬我的乌龟啊！哎，干嘛、啊？他要把他咬死了，被野生的打死了、啊。乌龟小厚，他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你知道吗？干笑死！哎，真的，人家扣一点点而已。你看乌龟老神在在，有没有？哇，我的天啊！乌龟表示你才在干嘛？对啊，哎、欸，太冷了，我是不是该来弄点什么之类的、啊？不然我觉得我会冻死哎、欸。要雪啊！粗布皮装，哇，材料不够了，打猎啦！打猎了，哇，这45级。哎、欸，死掉了！死掉了。嗯。嗯，瞬间满了，可以了吧？哇，好快啊！一下就做出来了。哎、欸，我这样子好像飞行员哦，有没有？我这个飞行员来着的吧？我怎么感觉你在驼背啊？做错？哎、欸，对啊，没有，那是因为我往下看，然后再按 K， 驼背了。哦，可以可以这样子，然后就往上了一点了。啊，你们是不是三 G 在看直播啊？好，我们又来了，我们还没有上去过嘛，对不对？喂、欸，肚子饿了，怎么了？你刷新之后把它到我卡了，你知道？真的假的？真的。关了反而更卡。What the hell？ 关了反而我卡了，你关了反而我卡了。为什么嘞？噔噔噔噔噔，我们先捡东西。玻璃、蜡烛、睡眠剑、魔法剑。我都用240P 在看，那当然是顺啊。我走了哦，一 K 喽。走啦。一 K 喽。没关系啦，反正这个片段之后剪记录档上去啦。哎呀，不用担心看不到啦，只是时间早的问题啦。上面有一只一击狼啊，我就知道啊。他在那边等着你，不要理我。射到木头啊！干，又射到旁边的木头。啊，有了有了。哦哦哦哦哦哦！哎，八七，来呀、啊，来呀、啊！哦哦哦，先跑先跑先跑！来了，先跑先跑先跑。哇，死路一条，干死定了！完了完了完了！哎、欸，他跑去哪里了？嫩嫩，哇，还好还好还好！他在干嘛、啊？耶，哦耶，解决了。这边清完，我应该搞不好就可以当家的吧，对不对？以后就住这里啦。一休你一个，我们再来看一下这里安不安全啊？这可以敲掉吗？不行。哇，这需要钢镐哎，这边好硬哦。
我好脱水了，靠杯。吃个果实应该有救。补充一下水分好了。哎，这边遗迹只有这个样子而已，哎，没有什么太多东西，哎，说真的，这遗迹还蛮烂的。这边，而且那边有物资箱，你们看到那边有个绿光有没有？绿绿的。嗯，绿绿的。绿绿的。就像是你老婆让你绿绿的一样。哦，太远了，没办法，算了，放弃了。弟弟，你要这样子吗？这边怎么这样子啊？哎、欸，海上遗迹耶！真的，我有点怕怕的，你知道吗？又是狼啊，还两只。哎、欸，为什么突然噔一下？什么东西？怎么突然噔？我也不知道。绿光顶照。等一下，我是不是因为讲错话了，然后被 gank 了？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不管了。Oh my god! 撑住，撑住，信念，走位，没问题。Oh yeah！ 是不是？高手就是高手啊，就不用讲啦。这边有东西，看里面有什么？麻醉剑，普通的皮革裤子，有铜锭哎，不错哦。啊，这里什么都没有。我觉得你之后就是要挖矿生活了，哎，不然你要先来拿铜锭啊。铜锭是之后烧出来的啦，暂时性如果没办法获得，就是挖矿啊。是啊。嗯。他动作真的是迟缓哦。啊！走位，走位，走位啦！啊，你走位啦！走位啦！干什么东西？走位啦！打屁股，打屁股！我快没见了，赢了，小 case。好，这边呢？我觉得上面，我记得上面好像还有一只的样子哦。上面好像还有一只。有啦，我有吃肉。哦，又有铜锭了。五齿翼龙普通的不错，哎、欸，这边都可以拿到不错好东西耶，还蛮赞的啊。只是有点暗，就是我没有带火把出来啊。我没有带火把出来，嗯，为什么这还在发光？哦，活力药水，为什么会有这东西？刚我都没发现啊，眼托吗？我们不能做箭矢了，现在该怎么办？没有碎石。好，这边还有一只。Hello， 你好吗？我们可以潜行吗？慢慢走，应该不会被发现吧？哎，这样发现吧？应该是不会吧？他没发现啊，跟白痴一样啊！我只要拿箱子而已，好不好？那边有一个箱子，有没有看见？哦，慢慢走。慢慢走，没问题的，可以。这批很纯，捡完就走。那，好，我要从这边下去了。哈哈哈哈哈哈！好爽啊，偷捡呢，干呀！哈哈哈哈哈哈！好爽啊！我是公的呢，嘎！原来这是同性恋啊，还是这种？我这只是雌性吗？哎呀，好卡！我天哪！哎，为什么？现在发生什么情形？我的哎，哇，这是怎样？哎，你看，你看，我手上拿了长矛，然后你还骑着它？我是站着啦。哇塞！好辛苦哦！哇，是怎样啊，大哥？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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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来了，又来了，你凶什么？凶什么东西？干什么东西？凶嘞！他、啊、很会是不是？我怎么每次都可以惹他、啊？我怎么知道啊？啊，爆了，爆了，爆了！乌龟，你现在才来也太慢了吧？你干嘛？回去啊！你这样还是我的宠物吗？我都已经打死了，你还在那边慢慢走？干什么东西？到最后还很慢，有没有？主人，我来救你了。